块钱一把。今年因为遇上春节和情人节一起，所以就特别好卖，价格可能就稍微贵一点，但是偏正常，都是属于正常价格。因为今年正逢是双节，所以说红色玫瑰它的销量可能也是异常的火爆，总体销量上浮10%左右。那在我们总体说2000万只每天的交易量中，我们玫瑰大概能占到50%。而红色玫瑰呢，大概能占我们30%左右的一个情况。就比如说是卡罗拉，它正常也还依然是我们市场上最经典、最抢手的这个货品。它的价格应该是在每一只在1.2块左右。零售的话，一把花应该现在也就是大概35块钱左右上下。走冬季的时候，肯定还是走东北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东北冬季是不产花的。额外的话，应该是属于北上广深了，就因为这些城市他们对花卉的这个需求。